我今年真係唔知點解個感覺仲緊張過舊年咁樣啊，可能因為好似我頭先喺台上面講咁樣咧，即係舊年可能好多嘢都好順，唔係前一年啲嘢都好順啊咁樣，跟住2022年嘅時候，的確係好似樣嘢都難少少咁樣咯。咁所以能夠有今日呢一個好成績，我覺得非常之開心，同埋非常之感恩每一個一路支持鄭欣宜嘅朋友。Thank you so much。都是第一位女歌手林庄列咗好黐线啊！我而家好惊咯，即系会唔会有人唔敢约我打牌嘅？以后唔会嘅，叫你请佢哋打牌。cool， 冇问题。会同阿 Lo 一齐拎我最喜爱系最开心。哇，梗开心啦！梗系两公婆唔系两个一齐做 live 嘅人去攞，得唔到？开心啊！同埋都。他剛才在台上表演的時候，我都不知道為何很感動，他拿了我最喜愛男歌手的時候，好像可能因為我和他一起去準備 Live 的時候，我們兩個都有多些機會去聊天， 去了解對方更多，跟著知道他今年都真的很努力，很經歷了很多事情，所以等他有這個成績非常更加更加的開心。你自己也有創作人，你自己的心情是什麼？很感恩，因為真的其實在台上，其實盧都說了，其實競爭是非常大，所以其實我覺得我有機會可以踏上叱咤台，其實我是要很珍惜，我心情很珍惜，所以是這一年是一個非常大豐收的一年，即是拿了三個獎，我自己都估不到，我覺得是主要自己做好自己的作品，因為我自己講嘢或者很多嘢都未必好，但是我自己最有信心就是在個台上唱歌，以及在家裡的 studio 寫歌，這件事我最有信心，所以我覺得是我下一年或者接下來這一年 2023年都是平常心做好自己的作品，所有東西就是交給天。同埋會唔會可能你背後嘅團隊，你自己都好想答謝佢哋咯？係啊，要多謝佢哋，因為真係做音樂其實係好多人加加埋埋。其實 even 我哋即係作為 artist， 其實唔係咁，即係一個 product， 即係一個產品。咁呢個產品其實睇下公司點包裝啊、image 啊、所有嘢，你啲歌啊，咁你啲歌其實都係要好多嘅其他嘅即係音樂班底去做。咁所以所有嘢、所有 everything 間公司所有嘢加加埋埋先係。造成到我哋今時今日我可以達到呢個台度，係因為所有嘢。係咯，我諗大家都會見到我哋喺台上面，即係一個人咁樣去得獎，或者一個人企喺台上面，好似好威威咁樣去表演。但係其實好似阿 J 話齋，係需要背後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單位啦，唔單止喺我哋嘅公司入邊咧，其實都要非常之多謝我哋嘅樂迷，甚至乎未必係我哋嘅樂迷，但係有留意我哋嘅人。要多謝各界的媒體去報導我們，大家才會接觸到我們的音樂，即其實是很多不同的因素加加埋埋才可以能夠推到我們上去頒獎台上面去得獎咯。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啦，我雖然很開心可以能夠再次得獎咁樣攞到好靚嘅獎項咁樣，但是我覺得一定要繼續加油咯，是因為整個團隊都好啊，希望。係啊，同埋依一年即係而家係 fresh start 咯，即係所有我哋做過嘅嘢其實係 restart 噶啦，即係所有我哋努力嘅嘢其實係唔 matter 噶嘛，因為依一年就係新一年，你 start from zero 又要再嚟咁，所以依一年要更加努力。但係會唔會反而攞咗咁多獎，今年個壓力仲大嚟緊？我自己有冇會唔會有壓力？其實我都平常心，我覺得好多嘢都唔係我控制到嘅嘢，即係競爭係。好，即係好多都係好勁，有唱得有作得，咁所以我自己係又後生，係我已經係呢、這個 ，you know， 咁但係我自己係平常心做自己嘅音樂咯，我都淨係可以做到依樣嘢嘅啫，係啊，係啊。咁兩位嘅 chat 頭先都宣布係咪兩位嚟緊都會開演唱？係啊，冇錯啊，係喎、啊，我都準備緊啦、你準備緊未啊 ，J 峰？我都開始準備㗎啦，即係已經開始頭先我哋喺即係慶功嘅時候咧，我已經盡量乜嘢都唔食。我吃了兩塊叉燒咁就冇啦。我吃了很多嘢啊！我幫你吃了多謝你啊。No problem, I got you.
咁因為我哋兩個都好開心啦，喺三月就會開我哋嘅個人演唱會啦。咁我就係16、17、18，你係幾多號啊？我係25和26號。咁大家記得呢啲日期啦，重要嘅日期啊。咁你哋都有支持我哋嘅今年呢一個成績噶嘛？咁所以你哋要繼續支持我哋嚟埋睇我哋 show 啦，哈哈！記住買飛。Thank you。但係嚟緊個 show 仲有兩個月啦，會唔會話有橫跨咗過年啦？會唔會話都要忍口啊，或者操 fit 啲啊？梗係要啦。好慘，咩都唔識得，意思我咩都食。我其實我今日咧，我原本想獎勵自己食一個 burger 嘅，都唔得，都唔得啊！因為我知道，如果食咗 burger 咁點算咧？我又要做翻運動，我又冇時間咁點咧？咁就不如唔好食啦，咁食兩嚿叉燒咁算罷啦。但你戒口要戒到幾清？我諗應該好清，因為我都想操 fit 少少嘅。因為你會除衫。唔係因為我除衫，係因為我覺得喺個台度想 keep 住一個健康嘅狀態。咁因為今次第一次喺紅館，我都想做得好啲啦。Actually every time 都要做得好啲，咁所以就自己要節食咯。因為我真係唔係嗰啲一嚟咧就可以拿高邊個件衫即刻六嚿腹肌，我又唔係咁樣咯。唔緊要，我都唔係。但你跳得啊嘛，我唔係㗎。你跳得有 the cutest and sexiest。你好衰嘅，你唔好再喺鏡頭面前同我 flirt 啦。我就相反嘅，我係 keep fat 嘅，係啦，因為咁先有力量去跳舞咯。嗯，好啦，公司俾我 keep fat， 我都會 keep fat， 好唔好？公司人咯。No， 得你 no。好啦，thank you so much，happy new year。